平常是个跟我说话，今天我和生日，但是呢，哎呦，你看我为什么总是一副不屑的样子？你是要准备踢我？咱们还是啊，那个尊老爱幼啊，要爱护我这个幼子啊。然后那个来，那个今天那个你眼影这么的红，是自己亲自画的吗？ 怎么这么的一般呢？哎，现在如果再说，我就要被淘汰了啊！因为被淘汰的结果就是没法和我有一个特别亲密的互动啊，所以说各位要争取机会。哎，再说一遍。我说你今天的眼影是自己画的吗？老看你着急。不行了，失望已去。 对不起了，哎呀，拜拜，你不会受什么打击吧？哎呀，别哭，别哭，你别哭，哎呦喂，那个没事，估计完了。象征性的劝一劝就可以了啊，来来来，那从你开始，我还是这一句啊。 我重新问你一个吧，我会问一句啊，我重新问你一句，你的口红为什么画牙上了？该你回答了，该你回答了，该你回答了，该你回答了啊！牙就是最美的地方。大哥，那是一，哎呦，是牙。我是个傻子哦。I'm a stupid啊，行，然后你对吧？然后接着你问他，你棒棒的，你棒棒的牙，对，一牙啊，牙医。 但是我今天在这儿看到了很多更美的事情，这些事情是什么呢？这还用你说？你不然说我们呢？哎呦喂！哎，你说他的家长啊，他的媳妇说是我了啊。然后接着接着问他啊。那你觉得我在下哪个在台下的哪个最美啊？在下，还给你，还给你，你炸。妾，但是我最美了。妾。 哎呀，干嘛这么说自己是妾呀、啊？来来来，接着问我，接着问我啊，谢谢你。当然是我最美了。那您觉得我美吗？可不是咋的。你在我心目中是最美的，全世界人都没有你好看。哎，我这么说你信吗？当然不信了。当然不信。